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欣欣咪，欢迎收看今日的婚姻新闻。为了促进婚姻观、观光产业发展，观复文观处第110年、111年推出由婚姻抽百万名车活动，为观来个价创造超过17亿经济效益。今年革新同行由婚姻抽百万名车活动第15号开始，民众会当用手机下载漫游云林 APP， 订制消费发票。就一旦参加抽奖，邀请民众参加妈祖廖境进行活动，跟妈祖做回生婚礼抽大奖。请启动，同行漫游云林。婚礼馆2020是与神同行游婚林抽百万名车活动，伫咧3月15号正式开放发票登录平台。民众只要是伫2月初一至6月底期间，伫婚礼消费满100块的发票，拢会当伫漫游云林 APP 来做登录，累计满500块就一摆抽奖机会。大家盼望着、盼望着、盼望着的这个什么时候我们的抽百万名车，我们的发票可以开始登录，就在今天，就从今天开始哈。那我们很期待云林市这么的好玩，那只要100块，只要100块，我们就可以来登录。那我们很期待透过这样子的活动，让更多全国各地甚至国外的好朋友都可以一起来云林。婚姻馆为哪大馆，同时也是宗教观光大馆，已经上半年要加这进行活动。包括白沙屯妈祖要经过婚林，台中镇南宫大甲妈进香也来经过婚林，北港亚妈祖等等丰富活动，邀请不管是游客、游客乱当来甲婚林旅游佚佗。除了我们这个北港朝天宫这个妈祖生，北港亚妈祖的国子定重要民俗呢，在农历的3月19号到23号会进行。那更重要的是，目前最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这个白沙屯妈祖的这个北港进香的一个绕境活动，现在已经突破18万了，所以我们预计有到时候也应该有将近20几万的人会全部涌入我们云林。婚姻馆观光协会也表示，感谢婚姻馆政府在110年、111年推出游婚林抽百万名车活动，为馆内业者创造超过17亿的经济效益，也希望透过这摆活动促进在地观光发展。过去因为疫情的关系，所有观光产业都非常惨淡经营。那我们云林县政府文管处这边也办了非常多的活动，来带动我们云林县的观光，所以我们观光业的都已经准备好了，来欢迎我们所有来自全国的我们的游客，来这边好山好水，我们都好热情，欢迎大家来云林哦。从现在开始，已经会当将伫云林所消费发票来做登录抽奖，也请全国民众来到云林佚佗消费拜妈祖抽大奖。记者江怡采访报道。